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御史旗下暖阳华府遭遇大量业主围堵追债，易昌平短债长投，资金链断裂，走投无路，坠楼身亡。易氏倒后，天阳地产迅速成为清江市第一房企。与此同时，易氏独女不知所踪。Sorry, Miss E, please come with us. You must be mistaken. This is my father's house. Miss E Xiaonuan is now sentenced to 3 years imprisonment for trespassing. 欣然，你知道我爸公司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在分公司。总部的事我也不太清楚，爸，我一定会回去查明真相。南叔，小暖，你受苦了。你爸这事有点蹊跷，我查了3年都没有线索，唯一的知情人可能只有江先生了。苏队，他出来了。苏晨自3年前兼并易氏集团后，以雷霆手段迅速成为商界新贵，并带领 RC 于房产市场中占据。姑娘，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，你认不认识？你要易小暖，苏晨，还以为易小姐在国外潇洒了3年，早就把我给忘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懂不要紧，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易小暖，我查了3年才查到你回国的消息。我说姑娘，你还走不走啊？现在走。等你把欠我的还清楚，自然会让你走。我不欠你。3年前，我们就已经两清了。两清？看来你是忘了你还欠我一场婚礼呢。走。苏晨，你放手！苏晨，你放开我！是谁说要跟我结婚？但转头就消失了3年。3年，你有想过我吗？明天千万不能出差错。好。苏晨，你在这里面都做了些什么？说真的，我们都好羡慕你可以嫁给苏总，好期待一会儿的婚礼啊。慧姐，你快看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啊，这肩带要是在婚礼上断了，可是一定会走光的呀。很明显，这是有人故意剪断的。
鞋跟也是。不可能啊，今天酒店除了苏总的人谁也进不来。把剪刀给我。陈红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之前也没听说过有人卖，突然就结婚了。听说他家妻子来了。喂，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新案源计划进行。计划？计划也没说新郎不来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季羡慕也来了。漂亮有什么用？没看到苏总连面都没有露，难道是想要给新娘难堪？也是啊，这么着急结婚，也不知道这新娘什么来历呢。怎么回事？看到没？这是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呦，你看，这一家都履行大额保险金逃往国外，还拒不还债啊？这出事了！原来她是易昌平的女儿。当年你爸死后。判亲离是我给他收的尸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苏晨，原来这就是你和我结婚的目的。小暖，跟我走。苏晨那家伙摆明了就是为了给你难堪，你还跟他结什么婚呢？走。让我心跳澎湃，愿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这一生尽全力将缘分的花灌溉，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的安排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